快紧点的来。啊，阿婆怎么样了？还不上呢。靠这儿了吧？嗯，靠这儿。没上。没啥好东西。今天宝宝买的，咱尿点儿就是。太高兴了，还得多尿好几个小时。今天真是的。嗯。哇，你看我自己买的。你看宝贝，你看你打给我给买的这个。买的小椅子。嗯，我是供暖的，哦，这供暖的比咱买的还薄一点，那个啥的呗，反正能穿。那那先洗洗，嗯，洗洗晒晒。嗯，挺好看的，嗯。我先买的娘子。这供暖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玻璃，面的。还有宝贝的，买宝贝的。买了个宝贝。这个。这个这两天谁买的？这小小，这个是干嘛的？好小，这是咱要的。我这是只往一边的。他这个，要适合大小宝宝，也能是不是？看，这个还很好。还得等几天、啊，医生说的呀。啊，我这还得拿回家吧，洗洗。这个不用洗了吧？咱都得洗洗，都得洗洗身体。我今天拿回来了，今天拿回来了，明天先洗洗。啊，好嘛，那等一下拿回来洗洗，下次再用吧。还衣服呢，多好。你看这小小的就好看哈。嗯。这个就能穿衣，这不是长胖吗？这生下来就穿，知道吧？出来就可以穿。袋子就不要要了，都是黄色的，黄色的，不知道男孩女孩要买黄色的，不知道是黄，那是男孩什么要，不是说男孩，男孩女孩都能穿，那你不分，小的时候行，到大就不行了，这个能穿三个月，看看。你看我姐姐多好，给我买好多东西啊！哎，要不是这个垫子，我这个把床上桌子上床垫，你把床上洗，今天要出院嘛？啊，今天要出院，是吧？他去拿做监护了。不是，刚才做监护了。啊。做监护。几个星期再来，就他长大一点，不是这现在破不行，还没到时候的，肚子怪大。他在里面认识，他说小，他你那是那么大，就双胞胎呗，都说，都还有一个月了呀，他不还得长吗？还得长，得长二斤一斤，是吧？还是怕长二斤？我这个，这样的。啊，哪有这啥布的？哇，这个吸水啊！太吸水了。嗯，给俺买这多的，让他们买，就买那个衣裳。嗯，还有小帽子。都俺姐姐都准备好了，你看俺姐姐多好。还有一个套盒的，我没拿来，可惜面子在那。好，就是。额头有点大，你知道吧？这现在也不能穿。